点关注不迷路，呆呆带你上高速。Hello， 亲爱的小伙伴们，大家好啊！我是呆呆，今天呆呆的又给大家来介绍模组了。这一次我们给大家介绍的模组呢是西瓜傀儡。小伙伴们想必都听说过铁傀儡和雪傀儡，但是没有听说过西瓜傀儡吧？这次呆呆呢就给大家来做一下。西瓜傀儡的制作非常的简单，只需要三块西瓜，然后把这个西瓜落在一起，左手拿一个木棍，右手拿一个木棍，对着这三块西瓜大喊呆呆最帅哦，西瓜傀儡它就出来了。怎么样，是不是和雪傀儡长得非常的相似？然后呢，我们在这里呢放置一个石壳，感受一下这个西瓜傀儡的威力。放在这里，哎，大哥，我在这儿，对，啊，西瓜傀儡大哥，有石壳打我，啊，打他，哇塞，我们的西瓜傀儡简直帅极了，直接吐西瓜块把这个石壳给砸死了，而且还有击退的效果，哇，完美呀，没有人能够接近西瓜傀儡，但是除了这个骷髅小白啊，我估计他打不过骷髅小白。哦，我们的西瓜傀儡能不能打过这个骷髅小白？让我们放置一个骷髅小白来试验一下。哎，大哥，你这是要去哪呀？莫不是你打不过这个骷髅小白吧？吓得躲起来了？呆呆，你说什么？我会怕吗？好的，西瓜傀儡终于出来了，是骡子是马，拉出来溜一溜。哎，大哥，别射我！对，打起来！哎呀，这骷髅小白，他射箭太差劲了吧？骷髅小白好像不行了，被西瓜傀儡追着打。好吧，被西瓜傀儡打得死翘翘了。看来我们的西瓜傀儡是保护我们的好帮手啊！再说了，制作它非常的简单，只需要三块大西瓜加两个小木棍，大喊“呆呆最帅”，然后西瓜傀儡它就出来了。小伙伴们，赶快去试一试吧！